但是快点，早知道了，来伸手。我爸怎么又走了？又不送了。你爸说呀，昨天没拉多少活，今天呢得补回来。他是不是见女的去了？什么女的呀？还骗我，我都听见了。骗什么了？小孩就得好好学习，不许乱打听。我不管，反正他要再给我找骂，我就去日本去找我亲妈去。没有没有，真没有。怎么没有？我都听你们说照片了。哎呦喂，这小东西，得奶奶向你交代还不行吗？没成，瞧，长得还挺好的。哎，你爸说不靠谱。笑什么呀？我爸眼光可真高，太有胆量了，还有想象力嘛。啊？怎么？哎呀，奶奶你可真是个老糊涂，这演《大长今》里头的那个黎麦呀，你好好看看。什么什么？啊？咱先等会儿，那杂志上有这照片。你看，你看，关着啊！哎，这怎么空啊？哟，肯定是我爸干的。奶奶，我先走了，要不然我该迟到了。这路上小心啊！我爸可真有胆儿啊，居然还找人家大明星，太有想象力了。这臭小子，骗我，拿我打岔。喂，妈，还说没骗我呢？这珊珊都给我看了，这女的是这画报上剪下来的。妈，你说你定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她谁敢进咱们家门啊？啊，第一不能找离婚的，只能找丧偶的，你就不怕她克夫啊？啊，第二呢，还不能找下岗的，第三呢，不能找拖儿带女的。基本上这就属于孙悟空了。第四呢，我不是怕他对珊珊不好吗？我不能看着我亲孙女吃亏受罪，是不是？行行行行行，妈，妈，我这赶紧上客人了，我得拉活了。好，等回去我再仔细向你汇报啊。好嘞。哎行，哎，开车小心的啊。你别说了，我呢给你们俩总结一下，你们俩呢就属于那种天生的奇缘，你不想碰啊都能碰一块儿去，那真是缘分呐。缘什么分呐？哎，我就是奇了怪了，我怎么到哪儿都能撞到他。哎，刘小战，你是不是对那个人动心了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没有。行了，你就别再嘴硬了。哎呀，我看你们俩真是一对欢喜冤家呀。我跟他没喜，全是冤，我都快冤死了。哎呀，你说还真逗啊，还说什么自己长得像电影明星，整个一山寨版。老娟儿，我决定了，还是得让你小姑继续给我介绍，人家做保险的认识人就是多，为了儿子我也得继续。是，欧不好意思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这眼睛到底有多不好啊？非常不好。非常到什么程度？非常非常的不好。在咱们鸟巢开的奥运会，您看了吧？那里边有个唱歌的男孩是盲人，还有从星光大道里走出来的那个阳光也是个盲人，他们还不如我，可是你看他们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想说盲人
享受那两个唱歌好的男孩啊。他们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啊，我们都有演技啊。可是现在坐在这儿的，坐在我对面的是你，不是他俩。扯牛头不对马嘴吗？刘女士，你别急。我能不急吗？我来这儿是来跟你谈对象的，没工夫听你扯那些四六不靠的闲事儿。你还是急了，你错了。我错了？我错哪儿了？你错就错在，你是认为我来是跟你谈对象的，其实我不是。什么？我听介绍人说，你是他嫂子的朋友，善良、朴实，对别人能掏心窝子，可到头来还是受了伤害。他认为我也非常好，非常善良，还能关心别人，他就想把咱们俩给撮合在一块儿。其实我觉得这根本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还是来了。你一定要问我为什么来，是不是？因为我听了他介绍以后，我认定你是个好人，我想来跟你谈谈。你看我比你还不行，那两个唱歌的男孩比我还不行，你什么都能看得见，我看到的世界只是一些轮廓，他们连轮廓都没有，是一片漆黑。可是他们对待生活还是那么的阳光，还是那么热爱生活。我在居委会工作，平常愿意和别人聊天，我觉得我能够帮别人解脱一些事情，我是非常高兴的。我们街道上有两个离了婚的大姐，其中有一个她总想不开，后来得了抑郁症，白天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狂躁不安，还把窗帘拉上，晚上睡觉要看电视，睡着了电视也要开着，她还吃了很多的药，多美康啊，百优解呀。那个大哥，那个我谢谢你来开导我，但我觉得我没你想象那么惨，那么可怜。我这人吧，绝对得不了抑郁症。哎，要不然你带我去见见你们那离了婚那大姐，我劝劝她，啊，让她看看这满世界离了婚的女人多的是，那日子不还得照常往下过？对，对，对吧？对。先生，先生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快递公司的，这是冯国强先生送给孙媛媛女士的，请接收。老伴儿，哎，你过来。来了来了。哟，老头子怎么了？这是你儿子送给你儿媳妇的鲜花，让你签字。哎呦，那你就签了呗。我不管。哎呦，你看，啊，你好，哦，哦，好。过日子干什么呢？这是。喂，杨月。你看，你管了行不行？老伴儿，你说咱俩这是啥呀？这是狗长鸡就遭了羊罪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呀，摊上了咱就认命吧。不是，你看这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回去我来说吧。这是没法过。哎，你快，这过不了。哎呀，这行了。杨月，哎妈，你那个去
去把那个声音弄小一点，妈心脏不好啊。妈，您过来听我说，我这是故意的。什么？你过来坐下听我说。为什么要故意的？你坐，你坐。圆圆，你为什么要故意的呀？妈，这原因吧有两点，一呀是改善改善咱们家这氛围，二呢让邻居们也听听，听听咱们有多和谐啊。圆圆，你听我跟你说，哎，妈你就忍忍啊，我先走了，待会儿再挂啊，拜拜。对不起啊，你是刘女士刘小站吧？啊，我，啊，我是。你是刚来还是早来了？我，差不多吧。我可早来了啊！哎呀，我都等了半天了，我一直陪他们踢球来着。听说你以前是运动员啊？对，我现在开体育器材用品店呢。我儿子也挺喜欢踢足球的。哦，是吗？喜欢跟有天赋可是两回事儿啊。我没说他有天赋，我就是。你儿子多大了？啊，12，小学6年级。哎呦，那可是挺淘气的年纪啊。你是不是特别不喜欢孩子啊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正准备改变呢，所以那个我听了那个介绍人的，我才来见你不是？啊，什么意思啊？不，我想有点事儿问问你啊。那你问吧，但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晃的我眼睛直晕？啊，没事啊。我刚要说什么呀？瞧你这记性！你说你有事儿要问我，我说你问吧。哦，对，我说如果咱俩要真成了，你儿子是不是要跟我们过啊？那当然了，这是我再找一个必须的前提条件。那我不明白为什么。因为我是他妈。哎，听说你前夫是个小老板啊，你儿子完全可以跟他一起过啊。你有什么想法你就直说。我的确不喜欢小孩，我跟你说吧，我跟我前妻分手就是因为这个原因。不过我现在确实我试着在改变，对吧？打住，我给你一个建议哈。你最好去找别人试，我就免了。哎，那我还想问你呢。还问什么呀？你说你结婚是为你自个儿还是为了别人呢？别人是谁啊？你儿子啊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既为了我也为了我儿子，我要为我们俩找一个有爱心有责任心的男人，但绝不是你这样的。哎，老娟儿，哎，跟你小姑说一下啊，我特别感谢她的热心，但是找的人吧都实在太不靠谱了，真的，你都不知道我刚才见那男的，哎呦，多自以为是啊，太受不了了。是，我知道我条件不好，我不是也没奔着条件好的去找吗？我就是想找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啊，那反正就得像大山一样的。嘲笑我是不是？咱文化不高还不能打个比喻吗？对，这男的就得像大山，那胸怀得像大海，我反正就是要找这样的男的。你笑什么笑啊？我脸红，我为什么要脸红啊？
老公，哎呀，老公，哎、你别看了，你陪我一会儿。马上，乖。那你亲我一下。嗯。嗯。嗯，三下。嗯。那我还你一下。嗯，好。哎，好。老公，你来看啊！嗯，什么呀？香奈儿出新款了。啊，你看吧，我也看不懂。这衣服太漂亮了。没你漂亮。所以说嘛，人漂亮更得配漂亮的衣服啊。嗯嗯。对吧？你不用，你不穿衣服最好看。讨厌！哎呦，你干什么你？讨厌！马上就给我买，就给我买这件新款，买不买？买买！还买？好、啊、好好好好，买买买买，马上就买啊！嗯，好好好好，行，走吧，买。好好好好，给买去。走。嗯，老公，我想好了，我现在就想和你生孩子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生孩子啊？现在在这儿啊？哎呀，讨厌！哎，你怎么想通了？不等35了？我不等了，我就是想通了。好。哎。爸，怎么又弄那破菜地呀、啊？你那腰受得了吗？不干活，我是那心里边难受。差不多行了啊，别晚上又喊腰疼。哎，腰疼，我是心疼。放心，放心，哎，给你买的。我不要。你还没看是什么呢？我不看，是你买的我就不要。不要就不要吧，不过就是可惜了。这个比你那个大一倍，还能飞上3层楼高呢。你让我看看。你不是不要吗？反正也是拿我爸钱买的，我不要白不要。恒心，你听我说啊，我本来呢还是打算跟你好好相处的，可就是你不配合，所以我现在改变决定了，我不等35了，我宁可再穿大一号的衣服。我现在就要采取行动，来巩固我在这家女主人的位置，你听得懂吗？哎，到时候你就等着后悔吧。你后悔？你自找。你自找。哼，有你后悔的时候。那你有时间吗？没有。哎，再见。干啥？上车。不上。你怎么才来？我都等你半天了。你今儿不是还有舞蹈课吗？这每晚呢？人家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今天不上。你跟我说了吗？什么时候说的？你就没听，你根本就不重视我。哎呀，闺女，天地良心，我怎么会不重视你说的话呢？爸宁可不拉活也得拉你去看电脑啊。不是看，是买。对呀，是买呀，买之前咱不得看吗？你就是不想给我买。谁说不想给你买？快走，这最主要就是给你买。爸，你快看，这有电脑。哎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知道。俺不就是来看电脑？爸，你快来看，快来看，这边还有呢。是。爸，我就喜欢这台。爸，你能给我买吗？是是是，爸爸，这不好好多了吗？咱先看看。不，我就要几台。爸，你看多好用啊！你会用啊？我看我们同学用的。闺女，别生气。不是爸爸不给你买，是你要的那款实在是太贵了，这事儿咱不能跟别的同学比，
别的同学的父亲呢，人家是老板，是坐车的，你爸是开车的。再说这个月，你说你奶奶看病，爸爸修车，那花钱的地方多了。还有就是，还有就是你要找老婆，什么跟什么呢，闺女。反正我告诉你，你要再给我找后妈，我就去日本去找我亲妈。哎呀，闺女，我这还八字没一撇，我车在这边，你去哪儿啊？快回来！坏了坏了，你回来！赶紧开你的车！闪开！孩子！这车是怎么开的？不要冲动，不要冲我刘小站，有事吗？我是说，我儿子那个车钱我还是得给你啊。我在首都医院观察室。过来你给我打电话。啊，行，那我给你送去。好嘞，嗯嗯。笑什么呀？你吃错药了？嗯，有意思。什么叫有意思啊？行，那你就别再装了，给我老实交代，你是不是对那个小心眼的司机动心了？嗯，我啊，不是你还是我呀？讨厌，怪不得你不让我小姑子再给你介绍了。什么呀？实在是你那小姑子介绍都太不靠谱了。就是啊，
我就看这个司机哥哥比较靠谱啊。去。我是觉得咱不能占人便宜啊。哦，让人贴了功夫又贴钱，这太不合适了。那就赶紧行动吧。我在想啊。哎呦，还想什么呀？阿米尔冲啊。你听我说嘛。我就是没想明白，为什么一开始他死活不要，但这次又答应要了呢？哎呀，我说你可真是一榆木疙瘩脑袋。他开始不要呢，就是为了制造再次见面的机会，懂了吗？明白了吗？他真有这么多弯弯绕啊？哎呀，恋爱中的人呢，那弯弯绕多着呢。哎，我这也算半个红娘啊。哎，等你们俩以后要真成了，你可得好好敬敬我呀。嗯，我现在就敬你。妈，曹家，把那两个好的都拿过来。又买了一大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眼不见心不烦。反正你儿子大款，造去吧。行了，别送我了，我回去弄口吃的就回来。真的不用。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再说我也不饿。怎么也得吃点儿，还得熬夜呢。儿啊，你可不能趴下，你要是趴下，咱们家的天可就真塌了。行了妈，要不这样，就在门口随便买点吧。那哪行啊，还有珊珊呢，他醒了怎么也得吃一口啊。我回去给孩子弄点软乎的可口的啊。你慢点。哎，对了，别坐公交，打车走。我看吧。行了，你别管我了，赶紧回去守着孩子吧。啊，让闺女受委屈了。
我妈呀。没有，在这个世上，爸听你的，你同意爸找，爸就找；你不同意爸找，爸就不找。我不让。那好，那爸就不找。爸，你说过的，你又当爸爸又当妈。对，爸爸现在是爸，爸爸待一会儿就是妈。好，同学们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。今天呢，我给同学们讲古诗二首。好，第一堂课呢，我们讲咏柳。那位同学，往哪儿看呢？不许南方女孩穿学生，把你告校长。注意听讲，中山同学，注意听讲。好，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。不知细叶谁裁出，二月春风剪刀。好，下面读朱熹的啊。胜日寻芳泗水滨，无边光景一时新。等闲识得春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喂，谁啊？我找冯鑫。你是谁啊？我是他妈。不在。不接。你爸妈呢？带你儿子出去了。哎，我不接你也不能接。谁呀？你前妻。你干什么？说是要找冯鑫说话，我看他就是成心捣乱，不想让咱们过好日子。刘小湛吗？对，是我。你要干什么呀？我想跟儿子说说话，他在吗？你成心是吧？你看我们过两天消停日子你就不舒服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刘小湛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孩子判给了我，你跟这个家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听见没有？老公，你好好呀。女儿怎么了？啊，被车撞了一下。不要紧吧？不要紧。
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你尽管说。哎，一个男人照顾孩子，不容易。拿着啊，你要不要数数？真是不好意思。哎呀，一个大男人说话不算话，不来说不要的。哎呀，行了，这钱本来就该是你的，我还占了你那么多时间呢。要说不好意思，应该是我。人情之短。嗨，那我走了啊。谢谢啊。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你千万别跟我客气啊。谢谢，真的太谢谢了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还没擦完呢，别擦了。哎呀，别碰我！怎么了？没心情。谁又招你了？你爸这几天又给我脸色看了，哪有心情？他就这么一个人，老了，糊涂了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。他糊涂你也糊涂啊！他欺负我，你怎么永远不站在我这边啊？谁欺负你了？你想多了。这是想多了吗？他们就是像刘小站，老拿我跟刘小站比。我就是不明白了，我跟刘小站有什么可比性？有可比性吗？你说呀。当然没有了，他没心没肺，不修边幅，大大咧咧的，他哪能跟你比啊？那我呢？那用说？说，必须得说。你年轻漂亮聪明温柔，尤其你那小腰一扭一扭的，扭得我直头晕。每次你从我那办公桌往门口走的时候，我都恨得一把给他揪回来。揪回来干什么呀？你说干什么呀？我哪知道呀。我就让你知道知道。国强，你给我买的药是不是在里边了？
觉得无比快乐。不需要多说什么，我们都懂得。哪怕风雨来袭，我们勇敢度过。乌云让微笑冲破，幸福再不会错过，因为我们彼此懂得。